上。就这样到了数学模拟考当天，下路，下路，草丛有一只红血的，走，走，杀他，杀他。
说了。为什么我觉得你的声音听起来感觉很悲伤啊？我今天心情真的很不好哎。你今天心情不好？对啊。哦，那这样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玩一下好不好？你要带我去好玩的地方？对啊。可是你是网友哎。就没关系。可是你是三重过野哥，那你应该住台北吧？我是住台北啊。我是台东人呢，可是很巧的是，我昨天刚好搬来台东啊。搬来台东？我在邮局对面那一间打卡呢。我也在邮局对面那一间。你也在邮局对面？你不会坐在隔壁吧？还是你坐在对面？我在你下面。哦，吓死人！那个同学可以拉我一下吗？从后面来，从后面来，从后面来啊！霍野哥，哎，你也拉得太粗暴了吧，很痛哎！好啦，看看你心情都不好，就上桌啦。我们去个好玩地方玩下啦。好玩的地方，对啊，是说哪里呀？啊，你去了就知道了，走。好玩的地方。于是，小亨利和拓野哥来到了开心的地方。我不叫杨婆婆，请你叫我美丽啦。就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嘛，是说这里是哪里呀？第一次来哦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坐着。老板，给我一杯，我可能不会喝你。来，对。阿俊，不好意思，掉了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再一杯。第二杯。这杯是什么？怎么看起来像水一样？你会不会在里面加了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可能给你喝加了东西的饮料啦？是，我妈妈说不能乱喝别人给我的饮料啦。我又不是陌生人，我是你网友富野哥哎。说的也是哦，真的没有加什么东西哦。真的没有加什么东西。真的骗我？我没有骗你。那万一我喝下去？要怎么样怎么办？你喝下去有问题就不要再喝第二口啊。有道理呢。这喝起来像水呢。因为它就是一杯水嘛。我你说我啊。老板不好意思打破。哎，没关系。跟你们说好，塞杯去吧。好啦，小亨利，我今天来不是来给你喝水而已的啦。其实我是要给你这个。开心的糖果。开心的糖果。有啦，它看起来是蛮 happy 的啦，可是这个糖果会不会是毒品啊？我怎么可能拿毒品给你吃啊？可是我妈说不能乱吃陌生人给我的糖果呢。我爸爸也跟我说，不要听你妈妈讲什么。啊，可是万一我吃下去怎么办呢？怎么样啊？怎么样的怎么办？啊，简单啊，如果你吃下去你觉得好吃，你就拿给你妈妈吃；如果你觉得不好吃，你就不要再跟我拿去吃了嘛。道理啊，那我就吃一口啊。怎样，小亨利，现在感觉如何啊？
染上了毒瘾。这天，小亨利的毒品吃完了，于是和拓野哥约在老地方见面。好小心！拓野，你在哪里？有点痛苦。小亨利。钱我刚刚